下巴要整个头埋啊！对啊，先走一点。先走一下，先去跑步一下啊！慢慢走，慢慢走。那我埋头。光一是埋头。下巴下挺好，他的头下挺直的哦。好，那你来帮我读啊。好香是啊，好香就好了。第二件豆腐，生姜，味噌啊，还有味噌啊，就好的，生姜就好了。要不然加那个什么茶叶片？茶叶片，哎，味主还会讲的。几波啊？那个生姜就好，生姜。那可能这样跑都跑去哪里了？不会啊！啊，不是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下巴了，下巴。啊，那个一度呢？你要吗？要啊！我这个一度给你。好。那个是什么？然后这个老板。来。就换你弄了啊！你家炒菜了啊？那个炒菜没中锅，那个会被炒。被炒嘛，就让沙西米然后出炉。来，沙西米哦。可以安菇啦吧？沙西米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新鲜哈。对。
两个两个比较九高岗啊，九高岗啊，对，九高岗啊，九高岗啊，系啊，这蛮好吃啊，建议去吃一下。来，脖子肉另外 OK